糟蹋了好，不敢洗身躯，不敢照镜，甚至我不敢睏，因为我无法面对我家己，你知无？小姐，我从广地交予你，就是为着要证明我清白，证明我是被人囥药了后，在失去理智的情形下，才会做出这款的代志。我希望你会当原谅我，你爱我做出什么款的弥补，只要我做会到，我一定会去做。为着这件代志，我无面骨面对我伫要结婚的男朋友，我有必要离开家乡来到七分的台北，另得其所。个人误会，我是趁一个查某抓到去警察局关。予你糟蹋了好，不敢洗身躯，不敢照镜，甚至我不敢睏，因为我无法度面对我家己，你知无？请问，你是要安怎弥补我？你给我1000万、2000万的现金，你敢会当减轻你对我的亏欠？是你家己的罪孽，不过，煞无法度减轻我即马逐天所爱受的痛苦。妈，你进去，妈你妈你进去。妈，妈你妈呢？你进去。妈，市长，你先莫讲话啦。无用啦，若是要开嘛，应该我来开。你进去。好啊啦，阁无可能，因为安尼就软心歹顾啊。阿姨，你先起来再阁讲啦。阿姨，你嘛算是长辈啊，还阁知安怎讲？你嘛是家己腹肚内底囡仔阿妈，秋莲，你先后别讲啥。冯小姐，平常时你若是有看报纸，应该嘛知我翁美华的出身。我的出身无好，所以我才会当了解女性的尊严，予人糟蹋的艰苦。别人无定着无法度完全了解，也毋过我敢讲。我绝对会当了解，昨暝我嘛规暝无困，只想着七条，因为予人掺药啊，来做出一款无人性的代志，我就痛心。难过我搁较痛心的是，亲像你一个安尼好好、遮尔单纯的查某囡仔，煞来拄到这款的代志，爱用手。你是我家己饲大汉的后生，我的心原来有偌矛盾，你敢知影？冯小姐，我知影你无辜。啊，若是讲今日之中，伊毋是予人陷害，我100%赞成你去告伊。若是安尼，我阁会直接甲伊押去警察局。凭你一个公道，就算讲伊是强陷害，那安尼我嘞，公公，我都爱家己认错是，当然不是啊，所以我唔才会诚心诚意，想要来甲你参详，看要安怎甲伤害降到上低啊。是啦，嘉义，何解对双方面拢好啊，才唔免安尼不甲两败俱伤啊。你点点，冯小姐。是我不对，我实在不知道要应该讲啥，我嘛无迄个力量去讲啥。你拄则所讲的每一句话，我拢听得清清楚楚。你无讲唔对，嘛无做唔对，所以你若是坚持要对我提出告诉，你就去告。我个人希望你答应我一件大事，你爱甲你家己讲，你并无唔对。
一切唔对的人是我，是我阿爸。所以，请你提出告诉了，你的心情要赶紧恢复平静，好好过日子，卖阁摆脱你家己，也卖阁为难你家己。若有需要，我用请我妈妈介绍上好的心理医生给你。所有的费用，我会负责到底。你讲，这是我赎罪嘛好，我弥补嘛好，我的一点仔心意，请你卖拒绝。冯小姐，嘛只有你看开看破，你才能恢复正常，是我对不起你。我希望你原谅我，我愿意即马对你去反映，你提出告诉我，我马上解决。志忠，志忠，妈，你啥物话拢莫讲，我已经把一个不孝的查某囡仔害到安尼，我哪有彩面皮去要求别人原谅？冯小姐，来的。志忠，志忠，志忠，志忠。冯小姐，冯小姐。冯小姐，我另外赔偿，我只希望永远拢莫阁见着你。嘉义，嘉义，志忠，你有救，你当放心啊啦。啊，嘉义讲伊袂救你，无安尼，恁先回去公司。阿姨就看麦啊，等下情绪较平静哦，我只好打电话给恁通知。嘉义，好佳哉，各位副组长，